家好，我是开心果帮手主持，我今天要讲的故事是下雨的味道。放学了，大家一起到书城下。天空亮亮的，远远的地方有一片云。快下雨了，有没有闻到下雨的味道？什么是下雨的味道？下雨的味道是不是像寒吹水来咸咸风？下雨的味道是不是像电工嘎嘎时热热的味道？下雨的味道是不是像小牛吃青草的味道？下雨，快点快点快点下雨，快点快点快点下雨。咦，他们被热的一边走上上派来房下来，一边叫道下雨了。雨刚过，一刚过，背包灯跟蛋糕店继续，你用手扶着就好了。仓库花店、二水果店、小鸡、小鸭跟小狗都在雨中快乐的成长。他们家回家后，一起的热水澡。是啊，好的，他谢谢大家，我的故事讲完了。